今年这么多冰凌还是第一次见到，风一吹的时候像鱼一样来回游动，这样奇特的景观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由于短时的强降温呢，使湖面出现了结冰，湖面的冰不能全部冻结，而且这个湖面有风刮动，让冻结的冰呢随着流动的水面堆积，形成了这一壮观的景观。